同学，搭把手。哎呀，哎呦，慢点，慢点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小陆总他扶曼曼上去休息。哎，小心啊！林静啊，哎，现在曼曼有很多话都不和我说呀，是不是她在公司过得不好？她姐姐的事对她打击已经很大了，要不你还是安排她先回恒瑞吧。其实我倒觉得小陆总他在唯一做的挺好的，而且我能看得出来，他也是真心的喜欢那家公司，喜欢那份工作，还交了不少朋友。朋友？他这个性子还能这么快交上朋友？其实吧，陆小姐就是表面看起来任性，可是私下呢人缘特别好。前几天我好像看到她跟几个闺蜜在一起吃火锅，特别开心。是吗？啊，行。那就依着他折腾吧，只不过你会辛苦一些，多多的关注他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您放心。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您早点休息。你也早点休息。